这厕所设计的，我是没搞明白呀、啊，这也太通透了。看到小姐姐冲我微笑，我整个人都蒙圈了。行了，我不上了，行不？我憋的。你再看看这个设计，就比较人性化。这是一起蹲坑打双排呀、啊，手拉手一起上啊。我要没猜错，这是对抗路吧？啊，什么叫惊喜？这就是惊喜呀、啊！太突然了，我吃他，他也吃我呀。这厕所乍一瞅没毛病，房顶上那个给谁设计的？谁能够得着啊？不会是姚明吧？啊，专用啊！这厕所设计到山顶，真是难为人啊！找半天了，终于找着了。哎呀，看到这个厕所，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呀、啊，自由飞翔啊！这厕所设计的就跟闹着玩似的，这应该不是厕所吧？以前也没见过呀。你是哪来的？对面的吧？啊？就你们那厕所设计的，在我这儿都是弟弟。我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高贵，什么叫奢华。你以为这是花园啊？错，它就是个厕所，带有花香的厕所。就这厕所，别的咱不说，就这位置那是相当好啊，多开阔呀，多通透啊，多敞亮啊，这感觉一泻千丈啊。你这叫一泻千丈，你看一下我这个，他俩应该是兄弟啊，我这叫一泻千里。你别笑。